Be advised, you are entering United Colony space. Please maintain course and prepare to be scanned. Scan complete. You're cleared to land at New Atlantis.招人，让我想想，我们安全主管最好是安全主管，工程，我记得有个工程，哨站管理，那些，因为他们那些技能也会加那个效率，生产效率，我记得。I've found something for you. Captain Steven, may I be of assistance on your ship? 他不是在船上。Captain, I believe I will go where...又回到了我们的家，甜蜜之家，新亚特兰蒂斯。但星空招 NPC 的方式比辐射更有意思，因为你需要自己挑挑拣拣，然后安排。不过我确实觉得，我同意一点，他应该这样，他应该有一个招募随机 NPC 的，就是他现在，因为你自己招的人都是其实是工作人员，就是。不是那种居民，他应该出一个系统，就是你能招募这些人，这些就是这些随机 NPC， 那也不错。不过我还认为亲自征召的系统很有意思啊，这个东西不错。每次来太空港找人，像猎头一样，来看看我们需要谁。Yes. What? Howdy. 防御系统，这没有我要的人。Yes.这全是 hey, good to see you. 这全是飞船的人啊！算了，咱们先招这两个吧。虽然这两个人是没有实质作用，因为他们除了那个哨站专家以外，这些专家其实都是飞船的。但是你听他的，你光看他的名字，对于你自己 RP 的话，我觉得防御专家以及这个损害控制专家，按理说哨站也能派得上用场，所以咱们在这个概念里面就还是会招的。虽然他们实际上的技能不是哨站。Engineering is my specialty. I am trying to optimize your repair systems. 像他擅长这个东西，像我们这种工业哨站肯定也是需要的，所以说得通。No more than the average group person's salary. Why is that? Don't think I'm desperate or anything, but you do have a point.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m on board.这些可不是随从，你，他们是，因为这一代你既可以带上船，也可以带到哨站，他没有那么清晰的界定了，他是都可以。他们这种就明显是哨站或者飞船的 NPC， 但一般其实没有人会带他们去飞船，所以哨站那些更有用。Great, I'm ready to go. 毕竟你飞船上肯定都带自己的队友，我起码我应该是不会带他们。克鲁斯星半金属晶圆工厂，我们有12个岗位。Be there soon. Yes. What? Hello. If you're hiring, I could really use the work. Defensive systems, basically.I can fine-tune your shields to keep the enemy from damaging anything you can't afford to lose. I'm only looking to earn the going rate. Why is that? Don't think I'm desperate or anything, but you do have a point. I'll do it, but only because I really need the money. Where do you want me?我们有很多哨站在招人啊！我们这个，我该给自己的集团起一个名字。一开始我想要土矿仔，太难听了，太难听了，不行。我要给我们的这个集团
所有的工业哨站，所有的矿业哨站，所有的度假村，全部隶属于我们这个科研哨站，还有广寒城，全部隶属于我们这个组织，或者不是是集团，一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不是阵营，因为我在我的定位里，这个组织是联合殖民地下属的一个，就也不是说下属，你可以理解为独立的一个民间的，那好吧，还是集团，那还是集团，就是一个那种巨型商业集团，什么都干的那种超级公司 ，megacorp， 就类似于龙神，哎，对，就这么说，就类似于龙神集团，龙神工业。所以我还到现在还在想名字到底应该叫什么，然后我会给自己自定义一个 logo， 就像大家看到之前广寒城的 logo， 自定义一套那个 branding， 然后我们会在每一个哨站都把那些我导入到游戏里的自定义的那些标识、海报、牌子都贴到各个地方去，自己创立一个自己的故事，一个网络，一个商业帝国。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反映到实际的游戏里，不是你光空想，不是说我以为我是个大集团我就是个大集团，不是。首先第一点是我们要在游戏里切实拥有一整套取之不尽的那种超级资源链，然后各种工业哨站真的在生产资源，然后我们还要有度假村，还要有该有都有，广寒城也要有。然后另一点就是在那个等 CK2 出了以后，我就打算自己开始做着 mod 了，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统一起来，真正做一个在游戏里面有任务线的那种。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会做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能力到时候能学到什么程度，但是反正是这个是目标，我想往那个方向努力。那现在这一切就是基础，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快速的把哨站转换成一个游戏里的地点，或者说把它包含在一个帽子里，玩家一打就那个地方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看吧，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把这些东西，比如说绑到一些剧情任务里啊，说不定自己到时候有空可以做一做，做一个类似龙神集团那种线的一个拓展，这些都是很久远的计划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甚至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实现，反正就是这个方向。哨站工程、哨站有机物、哨站管理、哨站工程，这些是干嘛用的来着？我怎么都忘了？靠！反正看着情况招吧。哦，哨站工程就是加那个加制造的，哨站有机物就是加有机物生产的，哨站管理就是加所有资源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是那些机器人。和那些人应该也一样。哨站工程这几个技能 OK， 我明白了。I'll get underway。辐射四有那个 mod， 星空按理说也有。Hope life is treating you well。他又送了我一杯酒。I hear there's some sort of citizens group trying to get the old Varun embassy torn down.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it, and it's not like they're ever coming back. How's Stop by anytime you'd like to catch up. See you soon, Captain. 这个地方的观景台人不多呀。哎，话说深井区那个酒吧有人招吗？因为那个霓虹，我记得有，反正有几个城市不是只有那个，不是只有一个酒吧有人招的。我去看一看。这什么地方？这啥地方？啊，这有个房间，朋友们，我玩了700个小时，我没来过这地方，我从来没来过这里，我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和大脑永远没有注意过他身后有一扇门。I am not a star. 这谁啊？啊，你原来是老板啊！我靠，我一直以为那个卖货的是老板。After what happened, now I have to budget for extra security measures on top of everything else. Stronger doors at the least. 原来这有老板。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I'm sure Amoli can assist you. Yeah. I have work to do.
我操，这离谱！ I'm afraid there are far too many other things. 这他妈真是离谱了，这。The kiosks will cover any basic questions you may have, I'm sure. If it's something more pressing, perhaps Amoli can be of assistance. 地球经典派，这堂堂老板就吃这啊？拿个黑色垃圾袋打包回来的浓缩咖啡和牛肉，这办公室破烂不堪，怎么这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哎，这啥意思啊？一堆，我靠，这个人也太喜欢吃零食了吧？他怎么？这个人，safety trail， 多用途。他天天就吃垃圾食品，靠！堂堂 Jameson Merchantile 老板天天就吃垃圾食品，我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老板是这样的人。你看他还。他平时感觉还挺那种趾高气扬的，结果原来就天天吃这些垃圾食品。好，这个好寒酸啊，办公室连个窗户都没有。There's a bit more in the back. Thanks for coming in. Food.我们现在一眼都能认出这是什么食物。我跟大家说，这个食物呢是，我偷看一眼，欧伊西牌的寿司。这废话都写上面了，如果能直接在这里买就好了，我觉得，就比如说你靠近的时候才弹出来，哎，这个是什么衣服，然后点购买。以后我想做个 mod， 以后做个 mod 看看能不能这样沉浸式购物。这个 mod 应该相对来说 CK 出了以后应该好做，因为它其实实现原理就是你放个 trigger， 就或者说就是你套用它那一套逻辑嘛。不过 CK 没出，哇，这模型做的，我操！放这么大还这么清楚，我的天！看看这精度，这模型精度真是狠。这肉看起来好诱人啊，这两个，特别是这个牛排，这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我天。这 Butcher's Best 这三个，Deep Frozen。A 加百分百，fresh lab made， 神他妈百分之百新鲜实验室出产，靠，神他妈把实验室新鲜。Chocolate Labs， 半人马做模仿出品。这个呢 ，Ready to serve smoked 鱼排 ，Best choice， 6.6 ounces， Advanced nutrition， 高级。这个是那个五香虫，这东西我可不想吃。操 ，Spice， 这个里面有香料 ，Worms。
这下面全是这个虫子。可乐，水，连这个水看的都非常的好看。你还真，你吃过什么？为什么会吃这种？我的天！我说一句听起来很离谱，但是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事情，就是比起吃虫子，比起吃虫子，我认为吃人更能接受。对，布料，我们欣赏一下。你看这外面好像是皮的，这衣服设计感还真不错呢，都。但是未来的人都喜欢非对称，这边的所有衣服都是非对称的衣服。不过这个叫什么？那个裤管。虾是甲壳类，不是昆虫。甲壳类和昆虫还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其实我没有那么怕蝎子啊之类的东西，但是那种虫就是蠕虫这玩意我是真的完全无法接受。像蝎子其实也不是虫子，蝎子应该不是虫子吧。这高光不错，蜘蛛其实也不是虫子，但蜘蛛我还是挺害怕的，不过也没有蠕虫那么讨厌。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蠕虫那种玩意，还有飞虫之类的。话说有个奇妙的事情，这个地方不知为何，这三个瓶子都是金色的，都是橙色的，然后和后面那个塔的颜色是一样。我现在想把它们拍到一张照片里去。这三个全都是橙色的高这种锥形物，非常有意思。话说这个室内设计是真的挺顶啊，我靠。我其实倒是注意过这个，就这个地方挺特别，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细看过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是每个条纹从上面伸下来，然后延伸下来，我靠！而且全都是所有这些全都是做的悬浮的，这些展柜啊，当然除了这边，这展柜都是从上面伸下来的，我靠，漂亮！然后。
这个食物这边上面还贴着 grocer。It takes a strong mind and a good eye to sell art. 隔壁是 Terra Brew。Hello and welcome to Terra Brew. How may I serve you? Not now. Can't you see how busy I am? What? No, just go away. 这谁呀？海伦娜是谁来着？Hi there. Welcome to Terra Brew. How can I help you? Certainly. Please take your time. 我们要来一杯经典。我记得最开始这杯一杯咖啡是72块钱，后来等成为连职一等公民以后就给打折了。Hello. 哦，这穿的。地球经典咖啡。Take it from an old man. Everything is precious, but some things are a little more so. 你们几个能不能好好给我坐一下？我们在咖啡厅里。哎，他们刚说完，他们坐了，没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我靠！现在瞬间让我想起他妈的《模拟人生4》了。我每次坐下那帮人都不跟我坐旁边，我和我朋友出去玩，我坐下我的朋友非不和我坐一个桌子，然后我还要过去找他。你们俩怎么一毛一样啊，你们这些游戏啊，就从来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当年老滚舞的一个视频，当年我鉴赏老滚舞的时候，在那个视频里面藏了一个小片段，就是我去独孤城吟游诗人地下室找那个人，然后我一坐在桌子，我想坐下来和他说话嘛，我只要一坐下来他就起身，他就坐到另一个桌子去，然后我起来去坐到另一个桌子旁边，我的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他又起来，他又换了一个桌子，他死活不和我坐一个桌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这太过分了，太欺负人了，简直是。哎，你别起来，我说什么来着，我真的是 At this rate, I won't even have a collection. 你们 Well, can't give up now. 你们 Perhaps my luck will turn. 你们好，你们就没有人今天要和我做吗？安德烈亚，安德烈亚，为什么还站在那里看？看什么看啊？给我过来，坐下。我一懵了，我抑郁了，我现在。这地方的内饰也好漂亮啊，大家有没有细致观察过？我也是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很别致，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致观察过。看看这里面，这个墙壁好有意思啊。不得不说这个人确实长得像成龙，这个人比我感觉还要像成龙，但是我一开始捏他的时候真的没有成龙的意思，我一开始捏他的时候我没想过成龙啊，但是他真的好像成龙啊，天。我本来是想捏一个比如说30多岁的自己会长什么样子的，结果好家伙，这可不敢当，这下捏出个成龙来。
其实太空年代每个时代都有人非常合理，只是他应该给那几个店主做一个作息，其实别的人无所谓，因为已经没有统一时间了，一天49小时，现在全宇宙这个星际时代确实没有统一时间，但他唯一其实应该做的是把店主给一个作息，别的人都不用管。就没有人和我坐在对面，我拍张照 ，Come on， 你们什么意思？哎，这帮货真的是气死我！咱们坐下拍张照行吗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I'm sorry to see you go. Yeah.气死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说的，我走。我自己点了杯咖啡，我就走。Excuse me.新亚是真悠闲，哎，真的，你想想新亚的生活，啊，是深井区有，但说实话，深井区也没那么差，是吧？你比比霓虹城。霓虹城的平民睡在连门都没有的棺材房子里啊。阿基拉其实不错，但是阿基拉城外那么危险。然后塞多尼亚连可以呼吸的大气都没有。你再看看新亚，这就是人间天堂了，真的。这些民众的生活条件和那三个城市比起来太优越了，简直。美丽的天空，安全的环境，水和大气，以及星系里最强大的政府，就算是新亚最差的地方，都比霓虹最好的地方，都和霓虹最好的地方差不多。所以其实它确实是不负新亚特兰蒂斯之名的，只是大家也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乌托邦，这是肯定。但是它相对来说确实是最好的一个。你要问我，你有权利选择住在这些城市哪个地方，我肯定是新亚。当然也不只是这几个地方，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霍普镇，比如说那个新家园，比如说那个加加林。但是，加加林其实还行，但是加加林经济衰退太严重，别的倒是还行。霍普镇也不错，但是霍普死了之后，咱们就不知道这个镇的命运会怎么样。新家园嘛，还是算了吧，那个土卫六还是不是什么好地方。霍普镇其实本来不错的，因为按员工的说法来说，霍普公司的待遇还是可以。这个地方的酒吧有人招吗？我来看看。这是这儿的酒吧，没有，这个地方的酒吧不是招人。Everyone's welcome, so long as you keep no shortage of hungry mouths to feed around here. Keeps us on our toes. 哎，对，这有个任务，这儿，老板请酒。If you haven't.Make sure you say hello to Mama. She likes checking in with everyone. Sasha? No, haven't seen her in a little while now. Pretty sure she's still in medbay. And if she's not, she's gonna be off her feet for a while, from what I hear. Poor girl. I don't expect we'll be seeing her here for some time. Couldn't say. Heard she was pretty tight-lipp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her. I assume so.Certainly haven't heard otherwise. She's a strong one. I'm sure she'll bounce back. Oh, sure thing. If you see her, tell her I hope she's better soon.
and that she's welcome back for dinner anytime. 出什么事故了，萨莎？这个任务是那个酒保的任务。可以看到我正在找尼莎马卡诺，也就是观景台酒保的朋友萨莎，他可能在深井区的深井治疗室。他本来应该是来谈一些投资事件，结果一直没回去，他就让我来找找。好久没来深井区了，我靠。但真的 UC 这么强大的势力，你看看他们穿的衣服，结果却没钱来好好搞搞深井区吗？你们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Say you should see the other guy, but Hey, if you're here because I owe somebody, let him know I'm still good for the credits. I'll pay it back as soon as I'm out of here. Meantime, Freda can't help you too much. 他欠什么债啊？ Doc says I need to rest a bit longer. I don't know. Depends on what you consider a lot. Probably more than I should, to be honest.You here on somebody's behalf or what? Oh, that's so nice of her. You must be the one who's been helping her with this whole supernova project, huh? She's gonna feel guilty about this. Not her fault, but she'll feel it just the same. The job I was doing for her is what landed me here. Got in over my head, just a little bit.Usually I can make it work. 那还是，不是？我觉得这俩就不应该打。首先，啊，如只要有能调停的选项，我肯定会调停。这是首先，这我因为这俩阵营，他们能打两次就已经挺离谱的了。你们两边领导人是不是都有点那个？Wasn't supposed to be trouble. Went sideways, but.That's my fault. She's all starry-eyed over this supernova business. I get it. Real great opportunity for her and all. I'm glad. She needs space to make the stuff. I heard talk that Sub-12 had recently been vacated. Thought it might be what she needed. So I went to check it out. Turns out I wasn't the only one who'd heard about it, and I wasn't the first to get there.Real slimeball calls himself Fizz. Can you believe someone picked that as a nickname? He's trying to squat on the place. 炮哥，炮哥。I don't know. What do lowlives usually do? Selling drugs, causing trouble. You know how it goes. Yeah, yeah. Hindsight and all that.I was angry, you know? Just what Nissa needed, and this guy, of all people, was in the way? I've had run-ins with him before. So we had some words. I may have said some things about his mother. Then him and his goons jumped me. Is that common knowledge? I have n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It wasn't my brightest moment. 连这时候队友都有对话，没想到。Look, 这就是个小小小任务。Sub-12 is the place Nissa needs.And that means someone needs to get Fizz and his goons out of there. 我们掺和了多少帮派斗争？ Maybe you can. 一堆帮派斗争。Nice to give Nissa some good news. Grand Theft Auto 了都快，各种帮派，枪炮帮，Syndicate， 然后那个叫什么 ，Disciple， 现在这个在这底下就开始了，炮哥 ，Yakuza。我最近还真在玩如龙。He's got at least two chumps with him. 天天和黑道打交道。He's feeling pretty sure of himself.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s a coward at heart. If you lean on him hard enough, bet he'd snap and no one would have to get hurt. 我酷斗。That'd be great if you can manage it. Well, hope you have better luck than I did.第十二分区，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wear? I'm thinking... Ranger? You might want to rethink that. 三思。十二分区。如何进入十二分区啊？我迷路了。操！这啊，这有个门。这是冰箱门，我以为是个暗门，真的是。这任务没给我指示哎，这次为什么呀？教教我怎么过去啊，你们这些人。不是这儿。这是一中。显然也不是这儿。然而分区到底在哪 ？Upper。哎，这里可以招人，这个是招人的酒吧 ，Jake's。损害控制专家。这谁呀、啊？啊，这是那个人被我揍了一拳。你就是马卡斯那个混，就是马卡斯城那种混蛋，天天想被我揍吗？我揍完了再付罚款，我也付得起。嗯？朋友们，十二分区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完全找不到？I'm not supposed to talk to strangers. Huh, 真卡。哦，这里，这里，这里。哎，这里个毛啊，这里。The fuck? I used to drink. Girl.是这儿，我进不去啊，为什么？为啥这个任务没有指引？好奇怪。楼梯口是什么意思？哇，这里居然有个床。烟熏三文鱼。但问题是这边也进不去啊。我要使出我的TCL，当当，TCL，嘿嘿，PC 版的好处就是这样，直接就进来了，根本无视 bug。You're gonna pay one day, all of them. One big score. 恶霸，街头宝贝。把你们录入到街头
街头宝贝里。That last job was tasty. I could use a damn drink. Everything's going my way. 我操，彻底。So what do we do now? I don't know. We could set stuff on fire, I guess. We don't want security poking their noses down here. Okay, so maybe we do the fire later. Oh my God. I don't know.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Whatever you're here for, we're out. Won't get more supply for a few days, so get your fix somewhere else. Oh, us. It's this fun little thing called none of your goddamn business. What? And who the hell are you?我觉得表明是萨沙，我怕他们报复他，我不说。Those are about the stupidest last words I've ever heard. Get him! Hope Nissa does not mind blood on the walls. 给你们来个有意思的东西。那当然是我们的反重力场。等等，有没有我？因为我觉得没有到，没有到要直接大开杀戒的程度吧，这事儿。我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用非致命可以吗？我用非致命把他们痛打一顿，算不算我完成？我试试。还是说首领必须要杀掉，别的可以不杀？如果这样的话，那也行。杀鸡儆猴。因为我不觉得这帮人以我了解的信息，就所有他们这些人都罪该万死，我还没有觉得到那个程度。我们再尝试一次别的方式，用非致命方式打别的人，先全用非致命方式。I'll end anyone that gets in my way. So, what do we do now?Whatever you're here for, we're out. On fire, I guess. Oh, us. It's this fun little thing called. 屁股。我们只杀一个人。哎呦我操！这他妈这么近还能马？别人不杀，我觉得杀他们一个首领就够了。等他们醒来看到，我靠，一个人单，我队友呢？哎，随便，反正等他们进来看到一个人单枪匹马，直接把所有人干翻，首领还被杀了，他们就应该知道杀鸡儆猴是什么意思。希望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应该不是他们的，应该是那个 Sasha。 你们来了，第十二分区这边门啊，这是那个后门。为了防止这帮人把自己淹死，给我起来，
给我上去。应该不会淹。Better than I did. Hey there, Nissa's friend. Been up to anything fun lately? That sounds really permanent. Not sure how I feel about it. Doc says I'm not quite done here yet, so you'd better take the good news to Nissa. And please, make sure she knows I'll get things up and running for her soon. I won't let her down.其实应该从那个电梯走。Hey, I've heard of you, the explorer, right? You're the... 晚上，Yes? I'm on my way.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I guess my family is hard. Have a good one. Good to see you again.Can I get you something? Okay, and? She always does. That's why I asked her to help me. Same reason I've asked you. I can count on you both to give it your all. So did she find the place? Are we set? Oh, okay.I hope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ry about regularly. 他以为是字面意思，行吧。So this is it. I'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Wow. Look, I know how much you've gone out of your way to help me. You didn't need to do any of this. You certainly didn't need to invest in this yourself. I appreciate that you trust me that much.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success. 啊，是吗？ I've known it from the beginning. 我怎么不知道？ I will be certain and share that success with you. It'll take us a little while before the credits start rolling in, but they will. And some of them will roll your way. Meantime, you're always welcome here. Make sure you stop by often, okay? 老板请酒。Hope life is treating you well. Let me know if I can get you anything.Catch you later. 投资开花结果了。解决了他那不断扩张的商业帝国因选址而产生的纠纷。卧槽，原来还有这种事情。天，这真是这一点都不知道啊，这种事情。啊，这藏的是真够深。稍等，
Always a satisfying moment to return to your ship. 莎拉，莎拉，莎拉，人呢？莎拉。Oh, good. Story time. Love it. 怎么，巴雷特？你看着他睡觉，怎么你怎么喜欢上他了？难不成？Important or not, 来来来，咱们走。I'm right behind you. 我要把 main companion 设置一下。Constellation companion, Sarah, set as main companion. Because 那个说话触发都是那个，都是这个主要同伴触发的。这个是那个允许你带多个人的那个 mode。I have been idle here for a long time. 瓦斯科很无聊，怎么办呢？要不你把自己拆了再拼回去。深入了解一下自己。他会自己说吗？还是怎么样？ Good to see you again. Can I get you something? 这对话怎么个触发法？ Always a pleasure. Oh yes, of course. I almost forgot. It was nice talking to you again. Hope life is treating you well. 他们俩为什么不说话？ Let me know if I can get you anything.See you around. 难道是这个多同伴 mode 有 bug 吗？触发不了吗？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了，这边有特色酒来着。Good to see you again. Can I get you something? 新来乍到。离别时刻，我怎么没喝过这酒？可能要看运气。看。Good to see you again. Can I get you something? 哎，全坐下了。这莎拉表现的，你知道吗？莎拉，这就是前女友吗？这就是前女友，你看，我们全都坐到了台子上，只有莎拉一人坐在这儿，想极力的避开她的视线。这就是前女友相遇时的标准反应吗？这倒是非常合理，有一说一啊，这倒是非常合理。笑了。啊，你别起来 ！No， 我要拍一张照，你不要起来呀、啊！哎呀，完了，照片没拍到，手痒，被毁了。他们全站起来，本来刚才那样拍张照片很完美，太可恶了。Good to see you again.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我要买点这些酒回家摆着，这些酒都特别好看，高杯威士忌非常好看。离别时刻，这太好看了。观景港独创，哦，这就是超新星啊，传说中的超新星。
See you around. If it belongs on your oh, please take a. 我得卖点东西，我要拿过来。Appreciate the business. 哦，这14万，我的天哪！卖了吧。You're carrying too many odds and ends. You're finding every time. Oh, please take a look. 好，这谁买得起？我身上这些东西能卖32万，他有多少钱？他只有5万嘛。而且这还是增加了，我打了一个增加商人钱数 mod。今天咱们就在这，我的天，32万！我去买，我去找贸易管理局。老茂，救救我！我操！我瞬间被压死了，差点，我的那个命直接没了。我身上多重啊？我身上背了14万的重量。我觉得此刻我站在这里，深井区应该已经被我压塌了，不复存在了。整个杰米森城的。天，嗯，靠，那几个货必须，那几个货还在里面，还在里面为非作歹。我等会儿要去，必须把他们毙了。看来我饶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为非作歹，那我对不起。If there's something you need, you won't find a better select. 他们有11万，现在他们有钱呢。11万，但是还是不够。Yeah, they're a lot, right? Mess with what do you want? Whatever. 他妈能不能 ？No lawyering, okay? 他只有10000，靠，这个人。Stay safe out there. People joke, say those Varun zealots worship a snake. 老板人呢？ Old, you ask me, the real. Take your time. 这人也只有10000，你们真的是。我要去商业区了，他们好穷啊。Watch your back out there. For you.根本撑不过这重量。For you, Captain. I'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our stocks are currently being welcome to UC Distribu. Yes. 他们有5万，不错，不错，不错。
Right, right. Come back if you need something else. I've met so many... I would never dream of selling some. Please do. 还有五万。See you around. 现在有多少钱？34万。还有那个武器商钱最多，我记得原版里他钱是最多的那一批。但是武器商在住宅区，你说是谁想出来的？而且那个卖武器的最离谱的是他就在那个儿童广场前面。换人马做兵工厂，There's something to be said. I'm sure we can find. 哦，完，他不买资源，靠，那没用啊！如果以后出个 DLC 能让你制造武器，然后我就狂制造那个磁爆武器，然后狂卖，那我也爽。但现在还不能造武器。找柯蒂斯的49小时便利店。I'm meeting my girlfriend for drinks at the viewport tonight. 你和你女朋友去观景台关我吗？是。Come on in, take a look around. Need something but don't have a lot. Yeah. 哼，不行。他也不。那我身。我先把这些东西存到船上去了呀，如果船能装得下的，30000，这船能装得下？装不下，装不下。那个贸易管理局售货亭是不是？我记得有钱，有不少。原版里是5000，但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多少，去看一眼就知道。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It's incredible.哎，那不是那个，杰米森的月星月球叫什么来着？库尔茨，在天上。Oh, I've always liked that statue. I wonder what the artist was trying to represent.Please keep moving.
got anything you need? 万，那可以。To offload trade authority. OK. 资源。It's always buy.该回家睡一觉了，血都没了，正好来新亚就好不容易在家睡一觉。回家，好久没回家，好久一直都四海为家，总算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小家。干嘛站我面前？你们干嘛？全来了，那这座位是谁？哎，莎拉抢了座位，他们两个都非常不满。干嘛了？看我干嘛了？又不是我抢你们座位，真是有个空座你们自己不坐，被莎拉抢了的，不关我事。望远镜。I am grateful for our time together, always. Are you sure you must go? 不是，这是不是不太好？为什么我身边带的队友全都是女队友？这，我一个人带了四个女队友，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那不是还是因为我的好哥们儿没了，我的好哥们儿山姆啊，萨姆。哎呀，养他了。就确实是那种永远少了一个好朋友的感觉。If you want help, I'm here. Our friendship has inspired me to be a better person. Can't think of any higher praise than that. Anytime you want to talk about our friendship, I'm here for you. 这记错了，这我。Ask whatever you'd like. 过去的情感关系。There was a particular.对，应该不是，你看他说是海军嘛，那应该也是军人。He actually became quite close at first.
But as I rose in rank,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my career than what she needed from me. I let her drift away. By the time I realized what was happening, it was too late. She requested a transfer, and I lost touch. Anyway, I've dated other men and women at various points in my life, but I'd hardly classify any of them as relationships. As you might have guessed, I tend to concentrate on work and let my personal feelings fall by the wayside. It often drives others away. We should get a drink sometime.可惜我可以吃，我可以直接吃，但是我不想直接吃，否则我辛苦摆的不就没了。安德烈亚，你有必要和我坐那么远吗？哎，安德烈亚，我们是夫妻关系，你为什么要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请问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吗？至于这样子吗？这怎么回事啊？我们最近好像关系不太好的样子，看他的平时的表现，你别看他嘴上好像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这沙发坐不了，不行，那移一下。这沙发怎么回事？往后移一点。无法使用，奇怪，这帮人干嘛？这坐来渡去，在我家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看我们这温馨的小小工坊，非常之漂亮。马拉松医疗小偷寸头啊，这是那个手枪都在这儿。神射手332。为什么我的快捷键不好用了，我操！什么情况？我的快捷键不好用，这你这个鬼地方又是怎么回事？这 bug 了，靠！My day is suddenly much. Indeed, I do. All yours. I will be here for you, as always. The wanderlust is really kicking in these days. I'd love some more time in the ship. Bye for now, Captain. Where do you need my help, Captain? I do. This is all yours. See you later.别挡我路，莎拉，让我出去，让我出去，真的是。哎呀 ，UC。你俩干嘛呢？
too a sight for sore eyes. Ask away, Captain. Gosh, has it ever. I'm happy as a clam out her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explore like this for my entire life. The settled systems is bigger than I 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The people, the cities, the wildlife. I wouldn't trade any of it for the world. No, and I don't plan to be.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back there. Crucible is a living representation of humanity's past. I'd rather be a part of its future. It's a toss-up between New Atlantis and Aquila City. New Atlantis is everything humanity dreamed that a city among the stars would be like. And Aquila City is a testament to our species' love of exploration. They're really not all that different when you get right down to it. Don't tell anyone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I said that. 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to get tied up in more political games. Oh, I'd like to discover a planet. I can't imagine anything more incredible than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set foot on a new world. If I'm lucky enough to find one, I want to name it after the real Amelia's plane, the Electra. I think that'd be a swell way to memorialize. 我会之后选择在一个边疆星球，在一个那种没有任何人类痕迹的边疆星球，我们第一个踏上的星球设立的一个据点，我会把它命名为这个伊莱什么什么什么玩意来着？靠，反正会把它命名成这个，就如他所愿。Oh, I sure am glad to hear you say that, Captain.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ed to take this trip was to carry the real Amelia's legacy out into the stars. Living an explorer's life and learning to fly modern starships are some of the best ways I can think of to do that. Well, that was a real treat.你们就快把我挤下楼了，我的天。二十呢？六八。Time to get back to the world, eh? 早安，杰米森。早安，新亚特兰蒂斯。我从来没有在，就是如果让我选，我是选不了的。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因为他是选第二个好感最高的人嘛，我从来没有在乎过，除了比如说结婚的安德烈亚之外，哪个人好感度高，我从来没有在乎。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相当于是并不是我选，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让我自己选，我是真选不了，我就随就是谁就是谁，只能说。湛蓝的天空，
太漂亮的新亚。Keep your nose clean. Last thing I want is to charge you for a DP in A&B, B&B. I tell you, I can't imagine living anywhere else. For sure.最喜欢的 Bethesda 游戏里的城市，之前无论是就没有觉得如此想，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刚才咋了，我没听到前文。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太空科幻题材，就相当于相那个对于比如说核废土或者说那个西幻来说，第二是它真漂亮啊，我靠，而且是那种就是真的是那种理想中城市生活的感觉。而且层次感非常好，我一般评判一个城市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层次做的好不好。新亚的层次绝对是现在Bethesda 游戏里做的最好的一个。而且在保持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规模的同时，密度填充还是那个味，还是那种每个建筑都有故事都有任务的味道。Keep moving, right through the checkpoint. 新亚我看了，新亚只有一栋建筑是进不去的。进不去的建筑就是那一栋，就那一栋，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栋进不去，最边上那一个，别的建筑都能进。而且比如说那个中间那个建筑UC 大厦甚至有五六层，有的可能只有一层，当然，但是还是那种每个角落都藏着任务和故事的城市。当然在星际尺度之下它肯定要大一点，因为如果你仔细比星亚和钻石城，你就知道那区别简直是不知道等于多少个钻石城，五个六个不止，我觉得可能等于六个多钻石城，所以它的内容肯定要稀疏一些，不过还是保持在了一个比较合理比较舒服的地方，没有丢掉那个味道。如果盲目的做一个那种超大背景板城市，那反而才是丢了它的味道，所以我觉得他们平衡做的还是不错的，懂得如何去平衡自己擅长的东西和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东西。不过我也很期待以后 MOD 能进一步拓展，毕竟 MOD 和游戏本体不一样啊，游戏本体有各种开发资源分配啊，有这种时间限制啊，但是 MOD 不一样啊，玩家用爱发，比如说我也想做一些 MOD， 所以我就很好奇到时候有哪些那个就像钻石城拓展那样的新亚特兰蒂斯拓展 MOD 会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首先就是我早就说过我不在乎加载，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是首先最好拓展的是深景区，因为大家看它这个山体啊，其实整个山体都可以拓展，因为如果你做一个单独区域的话其实是最容易的，一来你可以避免和别的 mod 冲突，你只需要在城市里加一扇门，就加一个区域，然后你可以首先在这下面填，当然上面也可以，不过上面就会有很多 mod 冲突的问题，但是下面这个山体里的话深景区可以各种拓展，甚至可以拓展出一个那个湖底的区域，就是它这个湖底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类似那种啊真亚特兰蒂斯类似 Rapture
类似那个销魂城那种水下的城市，然后一步一步全给它拓出来，然后每个建筑里面也可以拓，比如说原本只能去一层，哎，现在我做一个 mod 可以给它加一层，是不是加两层加三层，这种事情是很方便做的。其实因为它现在做这种大厦的机制就不像钻石城，比如说钻石城你要做的话有点难，就在于它里面大部分建筑都是就是一两层的，也没有什么拓展空间。但是星空不一样的是它有很多高楼大厦啊，这些高楼大厦就非常有拓展性，而且他们的外观方面都不需要 modder 来做了， modder 只需要填充里面就可以，这一点也特别好，比以前填充你外面也要做，你外面要做容易，你还要做 LOD， 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区别很大的是，大家想钻石城、芳林镇这些城市有一点就是它和外界通通是分开的，包括白曼，包括什么，包括独孤，除非你打那个 mod 就是那个 open city， 但是星空这一次城市是不封闭的，它你可以随时直接就到城外去了，以前都是要单独加载，以前单独加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不做 LOD， 但是像现在星空如果你要加一幢楼你就必须要做远处 LOD， 那么通过如果允许玩家在这个大楼里面添楼层的方式，就能舒缓很多没有那么专业的 modder， 他们制作 mod 的时候的花费的一些精力，他们就不用管外景，不用管 LOD， 这个就非常好。那如果我到时候想自己做一些拓展 mod， 想必也是先从室内场景入手，先去填充这些大厦，比如说你做那些公寓吧，水星公寓现在能去顶层，然后我们做一个什么一层、二层、三层，甚至比如说，然后在每个小房间里，比如说做一个小任务、一段小故事都可以。拓展性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容易。太期待 CKR。在之前我在 Bethesda 游戏里最喜欢的城市，当然我玩过的辐射3我虽然玩过，但是我没玩通，所以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城市都去过，应该没有，我们就不提辐射3，就那几个的话一直是白曼，我一直最喜欢的其实是白曼。但是现在肯定是新亚特兰蒂斯，而且我很难说这个白曼不是第二就是第三在我心里，因为霓虹做的也非常好，但是辐射的城市吧也不是说做的不好，而是由于它那个废土的破烂风，你要问我喜不喜欢，我实在喜欢不起来，因为我肯定不想住在废土里，首先这是真的，所以这件事情就给辐射加了一个天生 debuff，他城市做的再用心他也是那种废土的，所以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其实星空最传统的闭塞城市风格还是那个阿基拉，我觉得这一代的话霓虹确实是比较，但新亚其实不算传统，新亚算是改了不少东西的，层次这些东西以前都没有这么大做过。霓虹是，但是阿基拉是最传统的，我觉得。阿基拉完全就是给我那种白曼的感觉。新亚的突破真的是挺大的，各方面来说，设计理念也是。哎呦！到时候 CK2 出了以后，我有的是地方想填充了，并且我自认为我场景就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在 Creation 引擎里塑造场景的，并且我自认为我的场景塑造能力还是可以的，
之前我在 EA 实习的时候，我也是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那个 environmental artist， 有一方面一边是 cinematic， 但是我们做那个镜头做场景，一边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天天当时面试的还是什么时候说，我就说我天天在那个，当时他们问我玩什么游戏嘛，我就说我最近玩那个 Skyrim 和辐射，那是去年前年的事情。然后他们说，哎，那这个就是他们也有人玩嘛，而且我同事有人很喜欢玩 Skyrim， 然后包括辐射也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那这个职位就首先我很喜欢在这些里面摆场景。那他们说那挺好的，因为你这个职位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你去做这个环境美术。所以我就很期待 CK2 出了以后，我能做一些小场景，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建筑，这个地方进不去对吧，这个小控制塔台一样的地方，那我就可以从这边入手啊。要是出了 CK 以后，我们在底下比如说，哎，对了，这边有几个门进不去对吧，那好吧，那几个门不是这个，但是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下面加一个门，然后我就做一个室内场景，是可以让你上去，然后上到那个小塔台里，可能小塔台里有一些小场景叙事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城市填起来。包括这个地方也进不去，哎，这个是我最好奇的地方，这到底是哪？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新亚里面唯一几个有门但是你进不去的地方。说实话，整个星空里我都没有见到过多少有门你不能进去的，这是少数几个。所以这到底是哪？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个维护区，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行李托运或者那种维护人员的地方，修飞船之类的，到时候也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做个什么东西。反正今天就播到这儿，拜拜。